冬训开始了，今天奥森来跑5公里，跑完如果觉得不过瘾，我再来5000个跳绳，开始跑了。你不热身吗？热什么身？5分配速，不热身。怎么还没回来啊？看着没？看着没？因为俩人是小树林啊。跑多少了？还有700米，还有30米，结束。怎么样？今天什么配速啊？天太好了，没控制住，4分配速就跑完了，19分20几秒钟吧。352配速，冬训。教练不让多跑，因为在恢复嘛，所以呢咱们偷偷去跳绳。跳绳即将开始，还剩4000。您看这小伙子跳绳精神不？真是高手。我肚子饿了，您跳完了没？快了快了，1500下而已。100了啊，还有最后50个，20个，来双摇，还有2个，快帅阳跳不动了，瞎喊什么瞎喊？成功！哦，今天跑了5公里，32分钟，加5000个跳绳，搞定。